室内吹冷气，肌肤状况好不稳定，粉刺痘痘更是爆炸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你的粉刺痘痘比你的亲戚朋友来拜访你的次数还要频繁，还要快。我不要，拜托离我远一点。亲爱的，别担心，这种状况一定有办法的。想要把自己从粉刺痘痘的深渊里面拯救出来，你当然要靠这瓶湿敷神水 No. 1的 IPSA 流金水，它完全不含酒精，什么样的肤质都不用担心，只要湿敷3分钟。在周年庆，他们推出了这个300毫升的流金水，你知道吗？多100毫升居然只要多36块，你能不敷它？你能不买它吗？天使老师，我就是那种 T 字爆油、双颊很干燥的人，那我该怎么解呢？你看看，一晒太阳，妆都化了。没事没事，赶快看看凯文老师怎么说。如果想要进一步的让你的皮肤达到油水平衡，当然当然就一定要靠 IPSA 他们家的 M1 小白瓶，它拥有保湿、亮白、修护、极致以及舒缓的5大系列17款的小白瓶，透过 IPSA 他们家的这个肌肤检测仪，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M1 小白瓶。使用的时候建议大家把它压3下在化妆棉片上面，轻轻的拍或者是擦在你的脸上，你会感受到那种水乳液在皮肤上瞬间被吸收，你的皮肤离仙女无瑕肌就不远了。在周年庆的时候买一瓶小白瓶，第一瓶原价，原价为什么要拿出来讲 ？No， 第二瓶补充瓶只要43折，不趁现在囤货，要什么时候买呢？哇，太棒了！终于有机会可以远离痘痘跟粉刺，我要马上去买 IPSA 最强水乳。